这个失智啊，因为现在大家活得都越来越大，到快活到90岁往后走，相对的啊，就发觉到失智的人怎么60多岁就有了，以为那是很年轻的。再跟以前20年前大家的寿命才70多岁的话，你就发觉到60多岁也差不多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活到90，所以就会觉得60岁发病就是早期了。其实这种人呢是都存在的，只是这种人比较不好照顾，因为照顾他的人还年轻，而他本身还有很的体力也不错，所以在照顾起来更需要耐心跟技巧啊，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怀的所谓年轻型的失智症。